这样找到了，好了，那我来看一下，我们来把它这个给它做一个讲病例。这是我呢实际上扎的这个内容，就跟刚才讲的那个有的地方呢有点不一样，就是真正的病例了，就是我们在扎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也给大家传过啊，在这个群里也传过，我们再来。就是实际看一下，你看这个乳癌这个病人呢，我是给他扎了一个，开始扎了一个四正位啊，四正位呢，我又加了一个巽，加了坤，因为我们说艮位它是专门治癌的一个穴位，就是说凡是有癌的人，你一定要加一个艮位，大家一定要了解啊，艮位在哪儿？就是我们说的左下角。左下角，这个是专门治癌的，不管什么癌，只要是有癌，就扎这个。这是胃，这是一个艮啊，八卦里叫艮啊。那么它下边是什么？卵巢，对吧？就是妇科不孕症、子宫内膜异位症，或者是卵巢有囊肿等等，你都可以用。同时，在乳癌的时候，癌凡是带癌的，你不管什么四正位也好，什么你都扎完以后，别忘了加一个艮位，这是我们以前讲过啊，都要加这个穴，就是癌症专用穴就对了啊，之一。这个乳癌病人呢，我是四正位以后又加了一个巽，又加了一个坤。我的思想是什么呢？我的理解是怎么理解呢？就思路是什么？我们说肝是在左侧，对不对？肝是左，这是什么？正位，巽位是胆，肝胆是相表里的。为什么得乳癌？乳癌就是因为它肝气郁结，对不对？所以造成痰湿瘀在，不管是左和右，或是两边的乳房。啊，肝气不舒引起的，这个是我们中医的主要的认识理论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巽位给它加上。现在理解了吧？我为什么要加这个？这是一。第二个，我为什么要加一个坤？这就是脾，因为它化疗期间呢，它有一个副作用是什么呢？全身肿。我们说脾主四肢，它是腿肿，整个肿得很厉害，啊，脾主四肢，所以加一个脾，现在就比较好用了，对吧？四正位是干嘛？调身体平衡啊，所以再加一个斜对角的这个穴啊，这俩穴再加一个斜对角穴，等于是快八卦了。就差一卦就变八卦了，我就没有扎这个，为什么？哎，我可以换着扎，哎，你比如说我这次可以扎一个巽啊，下一次呢可以扎这俩啊，但是呢你每一次都不能忘了扎常用的对症穴，就是扎癌症穴。所以你什么都不扎，你说这俩上不扎没关系，那我就四正位加一个。各位专门治什么癌症？这可以啊，就说治疗癌症就是那么简单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用的穴。下面呢，大家可以拍照一下，看穴位，就是这个扎法，这是后天的一个穴位，后天的八卦图啊。所以我们扎什么？刚才讲了，这个在这儿。癌症专用的，我们再扎一个肝胆又相表里，这胆这肝肝胆又相表里嘛，所以加强了去瘀啊、疏肝利胆的功效啊，这样解除它的瘀滞。同时它有肿，我再加这个。如果没有肿，它没有化疗的副作用，我就不扎这个了啊。那我只扎一个癌症专用穴，或是加上一个。如果瘀很重的话，肝胆瘀症很多，那我们就加这个就可以了。啊，这是根据情况来自己调节，不是说
每一个人全部都用啊，就是说根据情况来挑着用就好了啊，这是就是你自己辩证来决定，你看没有？这就是他啊，这个是离位这儿，这个是坎位这儿，这个是巽，这个是坤，巽和坤，右上角、左上角，这个是什么？就是肾，就是说坎，这什么？是专用的癌症穴，就是艮，什么？专用的艮，坎坎水啊，肾在这儿，所以八卦里头就缺这个，就没有扎定。为什么？这时候呢，病人呢，他是刚刚开始调治啊，用了这些啊，所以我们在治这个时候啊，就是开始选穴，就选了这几个穴就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穴位治疗就可以达到它抗击癌症啊，这个乳癌化疗、放疗的副作用的功能啊，挺好的。好，我们说什么叫做通天金字塔针？那么你看我扎完之后，我还没有扎八卦针呢，你看没有？我怎么布局？大家看，是不是像一个尖儿？大家可以拍照一下。所以能量针怎么样体现了内经天人合一？就在这儿啊，天在这儿，我们怎么用内经的方法把天接起来啊？我们说天在上，地在下，人在其中，对不对？这是天，这是天，这是地，人在这儿了，这小人儿啊啊，拿这个，这是一个小人，人在这儿，你上接天气，下通地气，排病气，你人才健康，就像现在coronavirus 一样，你怎么样健康啊？你要提高抵抗力来抗击这个病毒，你要干嘛？吃饱了喝足了啊，你要身体健康，愉愉快快，高高兴兴，除了你治癌症，你要对抗病毒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跟什么上接天气，天是什么？是阳气啊，上面阳气下来，你身体健康啊，你督脉就充满了阳气，有活分了，你这样你才能对抗这些病毒，你才能身体抵抗力好，你阳气不够你要增加。以后我们讲十全大补专门提阳气的啊手法，推拿的手法专门治疗提的阳气非常好，那以后再介绍。这里头呢，我们怎么样跟天接上？我们说天人合一，那我们看书看得懂吗？看不懂啊，看内经你更看不懂，怎么天人合一啊？你现在一通过实践，是不是就理解了？你看这个穴和什么接着呢？它的病气也上去了，啊，它的病气排出去了，那么它的气场就和天能接上了，和天接上了，人在这儿，他的天气就跟下来接到你，你的病气也可以排出去，双向的，对吧？好的气进来身体，坏的气排出去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癌症就可以从此得以缓解、解除？你不让它做成这个形状、这个状态，你光普通那么直的扎，比如说我们以前扎法都是直的扎。每个穴都是直的扎，怎么样？我们每个穴都是这么直的扎下去，每个都是这么扎，在肚子上也好，在全身都是直的扎下去，我们都是直的扎，直的扎。你看看，你从侧面看，有这种效果吗？它是散的，它是一根一根直线，一根一根直线，气都漏光了。所以我们给它做一个什么手法？就这个，看到没有？做成这个形状，像什么？能量聚集。看到没有？能量就聚集在一个点上了，上。所以实践，我刚才讲了，才能理解内经。
原理在此。现在懂了吗？你必须要学会制造金字塔啊，制造金字塔，造了金字塔你就造了能量，原理在这。造怎么造这个能量，你怎么让能量得过来，金字塔和上不相同的，把病气排出去了，把好气吸过来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叫做通天金字塔针啊，这个针效力非常强。你给他扎完之后呢，这个病人呢满肚子啊红润啊，特别红润满啊，肚子都是，但你盖上盆子再盖上那个布以后，所有能量都聚集在这儿了。从西医讲叫什么呢？动脉丛，在小骨是动脉丛，这下焦啊，中焦上焦丹田，那中焦脾胃，下焦下丹田在这儿，为什么这下焦能量存特别好？西讲就是动脉丛啊。那么我们中医讲叫什么？元气所在之处啊，丹田，对不对？大家练气功干嘛？干嘛？把气存哪儿？丹田，就是存丹田之气，让身体更强壮。强壮就像你充电一样，充完电以后，你的气存在哪儿？丹田，你电闸就是你家有一个那叫什么，上面有一个很多的那个板子，对吧？吸电的那个太阳能，啊，那存哪儿？你买个电池，存在电池里一样的。我们现在存气存哪儿？接收了宇宙大气，存在丹田，就存在这些地方了。你存在这儿了，元气就十足了，就补充你的抗病毒的能力，同时也抗癌。让身体抵抗力强，就在这儿，啊，所以我们管它叫通天金字塔，原理在此。所以你说你布一个阵啊，布一个八卦阵挺好。我们这现在是没有布八卦阵，现在是治别的阵。如果可以治一个布一个八卦阵就更好，整个就是一个金字塔构，啊，所以因为我们那个不需要，所以需要的话就可以像那个。我们说这个减肥的就可以做八卦阵，就整个一个金字塔，整个金字塔这样减肥啊，非常好。所以治大病啊，就要这么布阵啊，这样效果特别好。好，第二个我们说扎啊，第一个腹，第二个扎头，头阵扎什么？扎金字塔两组能量阵啊。就是大家可以拍一下，就是足运管上面运动区上点和感觉上点啊，一针，然后呢第二排靠外 0.5 两针间再来啊扎啊，然后第三排再隔 0.5 啊再扎啊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321321。大家看你头发都没了，化疗头发没了，我为什么扎这个321？这是运动区上点，你看这是一个运动区上点，这是运动区下点，它放射状的到下边啊，这是运动区，这是感觉区，它所 cover 的地方往下2 3 3 2 1组成一个金字塔针。这是干嘛？什么特性？为什么止痛？化疗以后手麻啊，以前我们说给他都是扎什么？扎的督脉针。那这次给他扎什么？给他扎的是金字塔。金字塔是干嘛？啊，王老师，你这个病人这个化疗之后，这个皮肤，他有很多这样的疹子，你扎针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？会不会引起感染啊？不会，他就干的。他这个不是疹，他就是说，他不是疹子，他就是。那个疤，好多的疤，没事，现在都长好了，没事，现在头发长得很好。就这种不怕，你就在这扎没事，在这扎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它是干的，它不是那个有水的那种，没关系，它是就你就扎着没关系，不要这个没关系啊。如果是慢性疤痕的，像这种疤痕的这种啊，你扎针就在这上面扎，它就消了。就像我们在群里发那个什么治疗那个斑呐、啊。很多斑的我们群里不发了吗？
老人斑啊，或者褐色斑啊，哎，它一扎上就消了，哎，没关系，很好的，没有感染，它不会有感染。如果有感染的人呢，你也把它那个其实扎呀，扎完之后让它毒放出来，毒放出来之后你得放点那个消毒的，用那个双氧水消毒，它就好了。那王老师，你做不做一些就是自己保护你自己的措施啊？就面对这样的癌症病人，保护我自己啊，通常就是说，像这个病人，你要跟他沟通好了，首先要做好沟通，然后呢，你自己呢想戴手套啊，就别戴手套，扎针不要扎到自己就行了。如果你扎到自己，他有重接种，怕有重，但是也不会。就是你扎完，万一扎到自己的话，也不会传过去，那没有关系。通常呢，你保好你就戴手套，但是戴手套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你产气呀、啊、就差了。嗯，哎，所以最好是说啊，你自己不要扎到自己，哎，扎就用手扎掉。但是起针的时候最好戴手套，就你起针的时候呢，因为它有出血嘛，对吧？所以你就戴个手套起针。然后起完之后压它，万一有出血用棉球压它，棉球它有渗出啊，渗过去了、嗯、那你有手套就保护多了、嗯、哎，这个不光是癌症啊，什么病人每个病人这样做是最好的。嗯，哎，这个是治疗什么痛，哎，止痛，哎，这是也是乳癌那个就每次扎法不一样，换着扎，有时候四移位，哎，有时候四正位，哎，就不一定。那我这次扎的是啊，这个是321止痛的，为了止痛用的。然后大臂针右侧啊，在左侧不能扎，给扎右侧，扎个七星针啊，这个七星针是这个位置啊，哎，七星针，两个，大家都知道，中间三，旁边一边俩啊，这靠0.5寸就好了啊，这个到这个差不多，从这儿到这一寸，哎，从这儿到这儿半寸就可以了，不要太散。以前董针呢，它是扎每一个两寸的。太远了，啊，我们不按总针扎，我们按那个，肩中下方一寸，再一寸，然后再0.5寸，0.5寸，再0.5，再0.5，就按这个扎，七针就可以。这个你靠近了能量强，你越远了能量散，这是它的特点。所以效果直的刺啊，不要斜刺，也不要平刺，直刺治内脏，调内脏。啊，你要斜刺，比如治疗肩周炎，你可以斜刺。以后我们会讲肩周炎的事儿，哎，下一次我们可以讲肩周炎了，谢老师。我们讲肩周炎的时候就斜刺啊，以后跟大家讲一下怎么刺。右边可以扎个三陵穴啊，三陵穴，看到没有？你看三陵穴正常我们在这儿，我可以扎到这儿，对不对？这右侧，我们这个扎五白叉，治乌。大白三叉，这干嘛？止痛，也是止痛的，去瘀的。你看他指甲都黑了嘛，对不对？化疗就放，哎，化疗加放疗，黑了。所以我们给他治污，去什么？去污，去个污干嘛？排病气，把病气排出去。大白也是一样，那这也是排病气啊。所以末端都是排病气，效果非常好啊。你看，很明显的黑。是吧？扎这个针，当然了，也可以扎这些地方。但是呢，那有时候，病人怕痛，你扎这儿就可以了，植物就可以。好，下边腿呢，我们后边扎了6针，腿肿的很厉害，扎6针。他这你看已经开始有点肿，刚开始已经有肿。下边啊，扎侧3厘，侧下3厘，然后呢，足千斤，足5斤，这边扎个下3黄。下三黄是肾经的，哎，这边是胃经的，啊，这边胆经的，啊，都顾到了，啊，这条穴位，啊，这条的，啊，外侧的，啊，侧三，侧下，千斤5斤，内侧下三黄，啊，照顾到了，这个是右侧，刚才是左侧，这是右侧，双腿一起扎。以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足6针啊。现在说他的这个足部，这是啊火印，这是木斗，你看到没有？黑了，那足趾都是黑的，为什么？放疗、化疗以后，尤其是化疗毒性出来，
所以他手脚是麻的。所有的病人啊，西医都跟他讲啊，你这手麻脚麻可能一辈子恢复不了了啊。但是呢，扎了针以后，哎，慢慢可以恢复了。哎，当然了，如果麻得很重，你可以扎脚底；不是很重，你不用扎脚，就扎这，就可以把气排的挺好。这右侧，刚才先扎左侧，再扎右侧。扎完右侧以后，你启动针，你就可以扶在这个针上，扶这个针柄扶一下，扶一下以后呢，启动，哎，它就往前走，气就走啊。所以盖上盆子。盖着盆子呢，就刚才说的两种方法啊，盖着这个盆子，盖着盆子以后气就行了啊。好，第二个病例就是肾衰，他不愿意去洗肾，他不洗肾的话呢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就给他做一个调整，延长他洗肾的时间，因为为什么？他有高血压，他又有糖尿病，又有血脂高，三高什么都有，然后吃了好多一大病，吃12种药每一天，你想想看，把肾常年吃吃坏了。我说你肾坏了能不能减点量，或者是能可就是少了几味，最后他跟医生商量上少了一味，就变成11种，那还是多，我说还能再减，或是隔一天吃一次，或者你不行。他问了西医，因为我们不能随便给停药嘛。西医说不行，你还得照吃。所以照吃，这肾脏呢照破坏。所以呢，他一到热，他就马上痒。比如跑步，跑步裤子一磨，他就痒。啊，一天一热，他就全身痒。啊，有这个问题，就是非常非常的啊，这个对他困扰。就比如爬山呐、啊，晒太阳就不行了。所以怎么办？爬山大早没太阳去。或晚上下了山以后再去爬，啊，运动只能干这个，别的那个反正不能有太阳啊，那个很痛苦。那么我们治疗两次以后呢，他就身体不觉得痒了，啊，晒太阳、爬山呢，哎，照着太阳也还好，不觉得太痒了。那么他母亲家呢有肝炎，他所以他自己啊有肝炎，可能是这个传染过去的，钾低，有高血压。蛋白尿啊，免疫系统从小呢就攻击他肾脏啊，然后呢肾功能就已经不好了，他还在吃各种药，现在变成11种药。那么西医管他，给他让他洗肾，他又不洗，怎么办？所以只好来中医把治一治吧。腹部呢可以用什么四正位和四余位交替治，啊，我是给他交替啊。所以呢，开始。就没有用四正位，开始呢给他用四余位，哎，用四余位就是这个四个角，用四个角给他调。后来我治几次四余位以后，我就给他用调全身的，哎，然后调全身，哎，四正位加一个前位，哎，四正位以后加一个前位，前位这儿，哎，这儿调大肠，哎，我们说身体排毒跑从哪排啊？一个是肺、皮肤，二大肠泄出去，第三个从尿排出去，对吧？三个通路排走，哎，所以呢，给他取了一个大肠前位，四正位给他加一个大肠，对不对？所以思路是这样子，通过这儿来调，哈，疏通大肠，哎，调全身加一个大肠，因为你的。肺有啊，这是对啊，已经有了，对吧？这已经有了，所以你肾的也有了，肾坎胃也有了，所以加一个大肠，所以三个通道都照顾到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效果还可以啊。另外呢，我们可以有的时候呢，可以用啊这个续肋代替肝，或者是。肝加肾一起用，叫做什么滋木乳精之法啊？因为肝胆相表里，所以呢，用可以用肾代替肝，偶尔用这个用一下，哎，然后有的时候可以俩一起来啊，肾和就是胆和肝一起来，有时候用胆来代替一下都可以，反正这个肝休息一下。那脾呢
是坤，啊，胃呢是震，啊，这个里头呢也可以通调脾胃，排出糟粕，通畅肠腑，啊，不要使这个吸收的毒啊进入血，也减少这些毒物的在身体里的堆积。为什么养毒素啊，身体的毒都排不出去，尿毒症嘛，它排不出去，所以它的皮肤就痒了，这个原因。所以我们给它调理啊，四正位、四正一位、四正位、四一位交替给它啊，这个治疗，这样的话，一调理全身，二给它排它的毒，哎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它呢，能够使它全身呢，一从肺走，二从尿走，三从大肠走，哎，然后再加上疏肝解郁，肝或是胆啊，疏肝解郁一起做就好了。四正位四对交替啊，就排毒的就好，是吧？这个是蛮好的一个方法啊，大家这是我的思路啊，大家你们可以自己想你自己要怎么做啊，你可以用我的方法，大家可以排一排排照照啊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用你自己思路都行，你自己挑，哎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四余位。哎，四余位，四个脚，哎，四个脚上，对吧？这是四余位，蛮好的。哎，这是上，这是下，啊，这是我们说胆，这是脾，大肠，这是胃，啊，哎，这是样，啊，这个呢，就是一个我们说四正位，四正位，这是一个心，心是要从上往下扎，不要从下往上扎。我看有的人是从下往上扎就不好腻了，所以任脉要从下往下扎，除非减肥的你可以从下，当然也可以从下往下扎，当然也可以从下往上扎，你做一个金嗓啊，那就你可以这样，那除非减肥，减肥他没病，确定他没病啊，你就可以这样做，因为减肥要给他泻嘛，喝泻水利水嘛，所以可以这样做，否则的话就是从上往下扎啊，从上往下扎，哎，这个是一个肝，哎，这是一个肺，这是一个肾，然后我加个大肠，啊，那么都有了，看肺有了排，第二个肠排，第三个肾排，把三个地方都排了排毒，所以去痒，啊，是这个想法啊，我的想法是这样，现在理解了吧？所以每一次都不一样啊，你看糖尿病，你看他也是他糖尿病。我们这次调糖尿病，糖尿病加什么？你看四正位，你看上下左右四正位，再加一个脾。我这次调他糖尿病，我给他加一个坤位，脾坤坤脾嘛。哎，这时候调糖尿病就加对，所以每一次不一样，每一次有灵活性。当然了，这人没保险，他只能来一次，那你没办法，你就来一次嘛。那你没法调啊，对不对？你这慢性的，你他妈就来一次怎么成啊？我现在说是有保险的人啊，有保险你就可以这次做这个，下次那个调，都可以根据情况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也是他的通天金字塔针，是吧？通天金字塔，看到没有？把气通天。当然了，我们说可以做这个啊，从上的那是完全金字塔，这是金字塔，这是往上走，气往上走啊，所以效果很好啊。头顶呢扎什么？头顶是两组金字塔针。也是一样，感觉是一样，都是一样的。哎，两组金字塔针，你可以这样。为什么？他有不舒服啊，他很难受啊。一个是痒，为什么痒啊？痒是感觉区啊，感觉区在哪儿？感觉区在他的，我们说，在这儿，这是运动区，这是感觉区，所以在这儿呢，这个扎是专门管感觉的，感觉是管什么？管痒了，所以这个金字塔。就专门管痒了，又管痛又管痒，所以都找不到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是这么给他用，是吧？但是有的时候我可以扎别的，是调身体的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是给他止痒用的啊，他比较痒，好，那我们就上这个。那不痒，我们调全身，哎，做四正位或者四余位，根据情况来调啊。来，你看我们手上扎什么？手上扎三陵穴，啊，三陵穴，干嘛？气机升降，左升右降，你看看，心陵穴，啊，腰陵穴，肝陵穴，啊，都扎，
看到没有？手就扎进去，扎进去。右侧、左侧，你看，这是右侧，这是左侧。哎，脾胃啊，在这儿了，我就不是在这儿了吧？你看，我也没扎这儿，这是什么？三顶，是头的，我也没扎这儿，这是扎肺的，我扎中间，中间这是哪？脾胃。哎，是这么扎法。哎，然后呢，再扎手，大白透灵骨啊，这是呢。通条水道的，就身体通条水道的，你看，大白透血透奶，透哪儿？透灵骨，大白透就是合谷了，透灵骨。好，这是再加一个什么呢？再加一个植物啊，海苔。怎么说？凡是身体有污垢，不管是什么污垢，哎，有人白带呀、啊，哎。黄带啊也都可以，但这里头呢它是肾不好，也是排污，只要是有污的都可以用，所以治无血。这个血还好，扎起不太疼，很多人扎都不太疼，我们以为都疼了，哎，现在很多人都扎了没事，但不太疼，大家可以试着用啊。就是说大白透重葵可以止痒脱敏啊，但是当然呢它可以啊宣肺祛痰，但同时呢它可以脱敏啊。对，大白透重葵，这是重葵，这是灵骨。大白透灵骨呢，就可以止痒、去敏、去火啊，就是干这个。你看，这左手大白透重葵，右手大白透灵骨啊，这加一个治愈。四马穴刚才讲了，董贞四马穴干什么的？专门治疗所有的皮肤病啊，止痒、湿疹的什么都可以。你看啊。这个四马一、四马二、四马三啊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你看这个衣服要拿很高啊，所以女生不方便啊，所以男生这是男的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让他啊跟他讲一声，他穿个短裤就可以了。哎，这是左侧，刚才是右侧，哎，下边呢就是下三黄滋肾，那不就是肾病嘛，肾功能不全嘛，所以给他滋肾。下面呢给他补补气，二里色三里色雅三里，那么我们说可以用啊足三里啊上地虚就行了。嗯，什么意思呢？所有这些穴位都是去胃经之热，门经穴啊，我们用的门经穴去胃经之热啊，它的胃热就能给去，因为吃了很多药当然有胃热了，你看胃都在啊消化这些啊不该吃的东西，你看最后就胃热啊，所以我们用门经下去啊，我们就叫做什么立对内庭炫骨，所以这是什么内庭什么意思啊？它是治急症，也治疗什么这种啊热症啊，就门经泄热就好了。所以呢再加一什么，再加火印木斗调心润肺的目的呢，除了火印以外再加一个木斗，木斗专门是干的啊，梳理肝气的啊。来，这个木斗这是火印，就是行间穴，相当于行间穴，都靠相近 0.5， 这个地方没穴，这是内庭，这是霞溪啊，这六丸啊，董贞叫六丸啊。下一个是另外一个病了，好吧，我们今天就暂时说到这儿。